今天我就要挑战，要你秀来洗车。这不是挑战，这是没有钱洗车，直接恶心。哇，而且只卖了少许罢了。我们为什么会放弃呢？因为我们想要未来的这个路哦，还有很长。放弃了，把整辆车冲下泳池就可以直接干净了，永远不肮脏。喂，整齐一点嘞！哟，欢迎来到阿索比哥。他这个影片我都想笑哦。OK， 今天我要来做什么呢？相信你们看标题就已经知道了啦。今天我就要挑战，用有吗？纸巾、一袖来洗车，擦车，擦车，就是用 body 袖跟 dryer 那个 toilet paper 哦，来抹干净整辆车。哇，这不是很多工哎？我就是故意要做。就多此一举就对了。可怜的阿措被嫌弃了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这 idea 是怎样来的啦？怎样来？有一天哦，我们呢在外面拍摄的时候，然后要拍一个照片哦，是那种靠住车、靠住车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记得。然后他的车超级肮脏，超级有鸟大便啊。对，不仅哦又没有水，你懂吗？我们又要拍车哦，我们就讲用 tissue， 用 tissue 啊抹一下。然后他就有一个想法哦，我们就要拍成一集 content， 因为我们是单单抹一个门嘛，因为我们要拍照那个门嘛。如果要等两车骂完的话，哦，就是你骂着骂着灵感就来了啊！来，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挑战，我们三个人挑战。叮叮哎，什么你？你骂了嘞？我们是我们色的，没有，我们只是看你骂。哦，看他骂，看你骂。你在骂主播呢？看你骂，看你骂，看你骂，看你骂的骂的。你们知道我的车已经累积到多么恐怖肮脏的地步啊！我跟你讲，应该是两三个月没有洗啊。没有，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现在还没有洗过。哦，真的真的。盘古开天，真的真的。还没有洗过。女娲补天的时候问我，哎，你要洗车吗？我讲下次。这里有沾那个飞那个翼龙啊，那个大便。翼龙，从以前到现在。翼龙，对对啊，对，一大搞大便。OK， 进入我车完美超肮脏的 montage， 完美超完美超肮脏的完美肮脏。OK， 就要开始召唤出我们今天用的道具了。OK， 来。还打这个贵的牌子来卖，真是我老哎！好的车一定要用好的 tissue 吗？这个叫做 toilet roll， 什么 tissue？tissue 全部都是 tissue，tissue 这个是 tissue， 抽的一张一张的也是 tissue， 这个也是 tissue。然后这位 tissue 我还是用过了，所以剩半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挑战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打勾。马上念到这样大力，接下来来做这个，我直接铸造他一个凹洞进去，先破坏一层皮啊，那个气脱掉，这个要先吗？我今天一开始会滴秀先 ，OK， 好，这样这个就收起来。滴秀应该解决不了这个，没有，完全解决不了。有大便啊，上吧，孩子，你还来，来一来一个，一来一个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上人家节目哦，是来骂鸟大便的。讲哦，哎，干恶心，看鸟大便干恶心耶。Yeah， 啊，准备看见证奇迹时要来，一二三。干，好黑哟，看得到吗？哎，这鸟大便已经硬掉了，压太久了，然后吃进气里面嘞。是，耶，它已经烤成那个什么煎蛋了哎。鸟大便煎蛋啊。哇，它已经。那个灰尘已经很顽固了，它这鸟大便，我觉得要拿水来辅助它。哎，以你这样的速度哦，我会建议你直接把整个车喷成那个鸟大便，颜色更快。OK， 我直接架起来鸟大便极限够力、暴力多的地方。OK 啊，给它 cover 完整的鸟大便，就看不出肮脏了。啊，它染掉，好主意耶。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今天就拿这箱解决好了，你不要叫我骂就行了。没有了，等一下就到了。没有。不要紧，这种肮脏的鸟大便我来。不想骂了。喂，直接离开画面，导导不在画面里面。太快放弃了的。
我们为什么会放弃，你懂吗？因为我们想要未来的这个路哦，还有很长，早点放弃比较好。七月，哎，你还骂一个，这样子一拍啊，都骂到骂不掉，扯头发。OK， 至少秒大便已经看不是很到了，前面而已，你还要加到一个。耶，哪里？你看啊，你看啊，很多很大差别。对。这样要骂几久哦？你想出来了，再挑战。你自己。这不是挑战，这是没有钱洗车。哎，间接性叫朋友帮他洗车。OK， 我们先大致上就是用个底秀，尽量可以骂几干净就几干净。嗯，老魏你要讲 ，OK， 我们大致上就已经骂完了。OK， 到我们老高进来挑战一下，来，到我啦。哎，鸡蛋。Yes， 到我拿了。第一次觉得拿那个相机那么开心，也是如此开心的事情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有个地方你一定没有想到的，是更黑的。哪里？来，清，可以了。看来，白色 original 来。哇！你想一下，你每次下雨的时候，这样刷的时候，其实在刷出那黑黑的东西。你看我那个边，看得到吗？这个疗愈，疗愈了一刻。这样子，一二三。看完继续玩，一二三。叮叮叮！哇！兄弟友，可以啊，来啊！我觉得其实是抹得干净的，肯定抹干净，只是看你花多久时间抹。可以啊，你看它已经刺进去了，抹不掉了。看一下，可以啦，用力做可以。你坚持什么叫男人的毅力？不要整个，这个是经典题目。我直接说了，今天完全凉累，我今天满头大汗的。哇，快点来看 after before 跟 after。哇，老魏，咋呗？直接不一样的车调哎，你哪的？真的。那以后你拍照的时候就跟照这个地址这个样子，就这里这个。要拍对不对？疗愈啊，来这里啊，看啊，整个黑黑的，融为一体。哇，直接恶心。而且只骂少许罢了，其实。而且我们也用很大力哦，少许的。我写字是嘛？他写的刚刚。他写一个啊错在旁边，你看。错啊！来 ，OK， 我写的应该。当然是写对错吗？哇！你懂这个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今天拍这个款项就是这个错误。没有。允许你才是一个错误。让开，我来了。对。直接冲凉。我觉得这样会变得很好骂。哇。没有啊，直接卖。我跟你讲，水是最重要的，有水哦，我一张威迪秀可以骂整辆车，真的，直接超容易。看这边，哇等等，对，已经极限黑了，是不是？不可以啊！只是我觉得那个水一下子干掉了，你这样子淋啊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我觉得可以直接射它，直接射它哦，射它啊！来哦，无限水。可是，哇，那个水竟然可以射嘞！可是你看，你没有骂过它也是不行的，你一定要骂。OK， 我把那灰尘骂松它，然后你射。OK， 来啊，我骂松它那灰尘。啊。来哇！我来了啊，师傅哎，那个，哇！几万年没有冲凉了的。雨声也多的爱意，这就像雨水。OK， 这个故事证明，只要我们水源足够，
你根本只要用到两三张卫生纸就可以解决了。只要把整辆车加进那个水池里面，直接干净。直接，然后再把你这辆车加进游泳池里面更快。对，最快，冲下来游泳池就可以直接干净了，永远不肮脏。永远。这样做干扰，如果你生病要讲防护欲很容易的，你直接去死掉。死掉你就不会生病啊。躺在棺材里面就不会生病了，就不会生病了。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所以这次的挑战算是成功一点点，成功一点点了。一半一半。其实很多个部分没洗到，比如在 rim 那些，然后还有它很多那种已经黑点已经刺进去了。所以我在想过后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干净这辆车啊。OK， 直接拿出去哦。我是觉得直接拿出去弄。我在看，我拿去那种专业的地方弄。是。OK， 所以在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看我们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挑战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因为你打开小铃铛的话，一有新影片打就会。TTW 的通知哎。那你有新影片呢？我的频道。频道不见了。我的频道。一定要订阅阿楚哦。OK， 然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看我还想做什么样的挑战。然后影片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想说再见还是要再见。如果这个影片破10K 个 like 的话啦，我们这挑战哦，用舌头勒达达车勒干净。耶、yeah, ，你们两个，我们挑战拍达达勒他自己的车勒干净。可以 ，OK。洗我地快，关了这洗地。Go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本来吼我是想去找一个比较怎样专业那种洗车中心啊，帮我把那车洗干净。可是哦，我就想这个 content 竟然是拍我自己洗车的吗？是不是应该自己洗比较好哎？在这个时候哦，他可以介绍我有一个可以自己洗车超级好用的一个道具，我直接顺到了他的公司总部。哇，够厉害！然后看一下我的地方。OK， 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看准备啊，对啊。哎，他这个怎么样？他那个力会把你推来，真的，我老用这个洗车，送个破戏，给你吹一下，真的。送个破戏，来，我们可以开始洗车，我们是要先把那个车整个弄湿啊，给它试试，然后我们再泡满我的雪花呢 ，snow foam 这样，也算吗？啊，雪花飘。风萧萧，因为它有专门一个机器哦，等下我会给你们看，是喷那个雪花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再做一个 cleaning， 哇，一个配套的，一个 set 的，一个 set， 一个 package。我们已经给它试了，然后我们再换学习啊那个 foam 的枪头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装好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它就是这样子一个，这个是那个肥皂，这是肥皂，然后这个就出那个血洗，然后这里可以调它的那个你要出的肥皂有多少，我们先试看。哦，看到吗？来有，看到，哇，就是这种肥皂啊。OK， 整两个弄一轮没有讲。哇，你看地上几百？啊，我还以为你妈出货干。没有。哇，这地上几百？没有。来呀！来了。这次洗车根本是一个送个破洗的，送个破洗，我老讲完了 ，OK， 来，我跟你讲，当我接手哎，作为一个专业的呢，他已经做错了一样事情，哎，你到底是有多在意水扫？清，是哎。专业一点。OK， 专业。拿枪的姿势也是要专业一点。OK， 这样子，好像拿那个小杆子。感觉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喷好了肥皂了，现在我们再用那个强的水力给它洗一轮。但是其实讲啊，如果你真正要干净啊，还是会拿抹布干这样做一轮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拿那个湿纸巾全部已经做过了。对。所以现在来了，它真的来了。哦，听到声音。哇，听到声音啊？听到。声音是用听的，不是看的。哇，真的很爽耶！那个玩，看那个疗愈，哇，疗愈，哇，这个不要玩，好吧。
OK， 好了，哇，整个超美，哇，白白嫩嫩，白白嫩嫩，啵啵嘴，终于恢复了，我刚新买新车，别等了。OK， 所以这个产品哦，真的是不错一下啦。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他公司的产品的话，可以去下面那个 link， 我真心这样子推荐给你们。我自己也是觉得不错，真的不要玩。其实哦，这里有一个小尝试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强力水压来喷呢？因为其实它每次哦有很多那种小石头、小石块啊在上面哦，然后我们用普通的水这样子用手按啊。它是弄不掉的，它没有弄掉，还在上面的时候哦，你去清理它，比如说已经抹干了，或者是你抹肥皂的时候哦，你就压住那些小石头，这样抹你的车，然后它就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刮痕在上面。只是每次很奇怪，为什么都没有刮到？为什么上面是有很多花花纹样啊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。有了它，来了啊，这个。来了。对啊，我先刚回家，我刚回家，这间公司的老板在那边看着我们。哇！然后我再跟他讲，我刚走啊，刚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可能就是要遇到像你这样子的。哇！见面就聊。